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对魔人》。我们就进来吧。这是一款近未来世界为舞台的忍者动作 RPG 手游。好啦，《对魔人》对于部分玩家一定是相当不陌生了。那这款预计十月份就要推出台服了。你们有看到对魔忍的优点了吗？他的优势你有看到了吗？那个事业线。哇！哇，每一个都那么大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中间那一个好了，锦和。阿塞基，好，阿塞基，来吧。哦，这个真的是未来世界，做的还不错嘛。国际版预计十月初就会登陆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战斗画面吧。这个界面相当的熟悉哦，就一般的战斗界面吗？哦，好，还不错。哦，还可以调视角。当然，鸡突的部分好像拿掉了。这类型可能，如果是客长。又是喜欢对魔忍的，应该会喷钱哦。任务完了，さ、起動しましょう。哇，他整个胸部超抢眼呢。我这样子讲，我也不会太老实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乡下的小孩，所以我心里想到什么，我就讲什么出来啊。有没有解锁什么其他的系统？已经打了三关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啊，等级提升了，拿到来到了四等了。扩张角色了，来了，一只。哎，抽武器啊！我想说是抽角色哎，啊，一件收，有五百耶！第一天登录。準備を整えたら仲間を集めるのね。十回两百钻。啊，随便抽啊，反正都是事业线很高的嘛。哇，一张 SR 而已哦，哭哭啦。阿卡，你阿嬤咧，就武器 SR， 角色都阿卡，四百不够。对，这是抽武器还是抽什么？哇，不好抽咧，这款不是出了一阵子了吗？有一张 SR 的可以啦，好啦，我投降了啊！来看一下对魔人。哇，这边五等才能解锁。
不够了，没了。武器应该可以换一把比较强的吧？哦，有一把 SR 的。哇，只有这一把吗？这次把它强化一下好了，全吞了。这个怎么可能胸部跟头一样大？太瞎了一点哦。好吧，继续来打了。準備はいい？大致上在战斗部分也都打得差不多了，大概就是那样了。嗯，我们再看一下新角色，支援角。我要五等才能解锁另外一个技能。哇，武器变好强哦！你看挥个几下，他们就挂了。BOSS 要出现了，啊，塞路岛。一个大招就回家了。任务完了，さあ起動しましょう。游戏的部分就是简单的操作按键就能进行爽快的战斗，就是以技能武器辅助，这种来做搭配的。辅助角色超过30名哦，可操作角色3名以上，就最少有3位哦。所以目前这些都还没开放咯。那我们抽的时候都是抽支援角而已嘛，来解锁另外一个了吗？我这招有点屌哦。我们用这招好了，这招感觉比较震撼力，落闪滑。今回の作戦はこれね。这些角色其实还蛮多的啊。いよいよ任務よ。準備はいい？好吧，大家再打最后一场差不多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落闪滑。那这游戏还有私人房间系统，
摆放游戏中收集角色与遭遇敌人的 3D 模型。伊賀は先、剣山。感觉起来游戏的丰富度不是很高了，就是。他怎么叫那么大声啊？怎样？他是爽上天了，是不是？我打的我打的面无表情，他一个人叫的多卖力啊！哦，这只 boss 看起来不赖哦。哇，这血条不错，可以让我开大招。刚刚大招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，还是看得出来。那么我就大概试玩到这边好了，啊，剩下等到台服出了以后，我们再次相见吧。OK。好生动哦！你看他那个装置在发绿色的光哎。哎呀，那几只角色，我们回到主画面，看有没有新角色出来。我六等了哦，有新角色出来就继续打下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第二章，好吧，游戏我就简短的试玩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发现对这款游戏相当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进行预约注册，现在已经有开放注册了。好吧，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啊，对了，我都忘了要介绍这边了，这边有各个角色最大的特色，也是该游戏的特色，就是服装哦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都要用钻红钻买的，还有兔女郎服装哎，泳衣。不是啊，浴巾啊，想错了，这个穿太多了。宝剑士，我能买什么啊？这250我买不起。好吧，那么就我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